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继续来看课本，啊，一百六十二页，啊，一百二六六十二页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啊，十三行，啊，这一间的倒数四六七八九第九行，好，早上讲到这里，啊。 那他前面很简单，他就是啊，那么来跟佛学习的比丘要回去他们国家啊，西方啊，那跟佛告家，佛跟他稍微说了一下，就跟他讲，你去跟舍利佛告家，舍利佛啊，那么会对你们啊有很大的帮助啊。然后他去跟舍利佛告家，舍利佛就。 叮咛他啊，跟他讲，你回去的时候，你们国家的人啊，那么并没有学佛啊，那那么他们会来问你，那你这个他问你说你去修行啊，那么去学佛，那你师傅都教你些什么啊？那那么你要怎么回答？ 啊，那他们就说请舍利佛教导，舍利佛就跟他你应该这样说啊。我师父就教我们调伏烦恼啊。那玉滩就是烦恼的代表啊。那这我师父就教我调伏烦恼。那你说那那那么教我们调伏欲滩。那为什么他说那他会他一定会再问？那要怎么样调伏欲滩？啊？就在我们的身心中调伏欲滩。啊。 那他又会问啊，那玉滩有什么过患啊？为什么要调伏玉滩？调伏玉滩会怎么样？不调伏玉滩会怎么样？啊，那你要说啊，那么因为啊，如果我们不调伏玉滩啊，因为我们多执着的东西，那么因为就会因为无常故苦。那么如果你有玉滩，那么你一定会生忧悲苦恼。如果你把玉滩调伏掉、断除掉了，那么。 无常归他，无常啊，那么这个世间变化归他变化啊，那么你不会不会有忧悲苦恼啊，就是我们的苦恼来根本来自于欲贪啊。那如果你没有欲贪，你就不会有苦恼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啊，我们要调伏欲贪啊。那其实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接着来看啊，前面大概就讲这个。好，那他后面又讲啊，那。 这个他说：“各位尊者啊，就各位法师啊，诸尊啊，啊，若受诸不善法因缘，今得现法乐住，不苦不爱不恼不乐，身坏命终生于善处。世尊终不说言，单断诸不善法，亦教亦不教人于佛法中修诸法，患，得尽苦边。” 那么最后他做总结啊，其实我们说舍利弗啊，分析啊，那么那么总结啊，那么知道给你做做概要啊，那、啊、给你知道说佛法的关键在哪里？那为什么是这样啊？那你要很清楚明白。他说啊，各位法师啊，诸尊啊，就是、各位尊者啊，那那尊者基本上都是对于。 修学佛法有得到利益的人，或正在修学佛法的人，啊，他都叫做尊者啊。那么我们都基本上习惯叫法师啊。那如果上南传的话，他就会啊，也是叫尊者啊。那尊者就是我早上跟大家讲的啊。那么我们是难得啊，那就是跟世间上的人不一样啊。那做人很难得啊，做人修学佛法很难得。那修学。 学习皈依三宝，修学佛法啊，能够明了佛法，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，是可尊可敬的人啊。那么也是自尊自重的人啊。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要了解。那我们应当作为一个自尊自重，那么也为别人所尊重的人啊。那这世间上可尊重的人啊，基本上是这样了。好，那么应当受人尊敬的人啊，去那如果做到圆满，就是应当受供养的人啊，去。 其实这样好，他说啊，那各位尊者啊，假设假设啊，若就是假设，假设今天我们心中有欲贪啊，就是受诸不善法因缘故啊，那不善法就是欲贪，欲贪为代表，其实就是烦恼了啊。他他前面叫你要调伏欲贪嘛啊，那啊告诉你，如果不调伏欲贪，那么因为 这个世间无常变异，色受想就是变异。比如说，你对我对本身自己很贪恋，那自己本身如果变老、变丑、变身体变坏的时候，那你就会很痛苦啊。那基本上是这样嘛？啊，那你会不会变啊？一定会变啊！你会不会变老？会啊，一定会。会不会变变，一定会。会不会死？一定会啊，没有不会的啊，只有快跟慢而已，顶多顶多可以延迟。 啊，那没有办法不老不变不死。那么你你执着这个色受想行识，那么当你对这个色受想行识有预贪的时候，这个色受想行识一旦变化，那么你不能接受啊，不愿意接受，那么你一定会有忧悲苦恼。可是你已经接受了，而且你也认定一定是会这样的，所以当它变化的时候，你不会产生忧悲苦恼。好，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你内在的烦恼。 内在的烦恼以我见跟我爱，就是直取、爱取有嘛，贪爱直取啊，那么就是无名跟贪爱啊啊为代表啊。那因为你你内在如果他这里他这里又如果我们从前面的来讲啊，你要断欲、断贪、断念、断爱、断渴啊，这个就是烦恼嘛啊。那他说，假设你有这一些烦恼啊，那么你你你你。你你 你有欲贪啊，那么你对五蕴有有有这个欲贪爱念可，那么你还能够啊，那么自在快乐，那么不苦不爱不恼不乐啊，不痛苦啊，也没有障碍啊，心没有障碍，啊，不烦恼啊，也不热闹啊，那么假设意思就是说。 宪法入柱就是你现在身心清安快乐自在快乐。假设你执着，假设你欲贪，假设你有烦恼，那么你身心还能够自在快乐啊，就是不苦不爱不恼不乐，其实就是你身心能够自在快乐。那么死了之后，就是活着的时候身心自在快乐，死的时候也能够升到好的地方自在快乐啊。 有这么好啊？他的意思就是，假设可以这样，有可以这样，那世尊，我们刚才讲世间最尊贵的人啊，就世尊。那你跟佛学习，跟世间最尊贵的人学习，你就是也值得尊敬的人啊。啊，好，假设啊，那么你有欲贪，有烦恼，你现在可以身心快乐。 死后也可以幸福美满。好，那佛世尊不会教我们哦，你要断烦恼啊，你要离欲贪啊，你要断你要断我见，你要离我爱啊，不会这样讲啊。我们记得这个《阿安经》里面常常讲的啊，愚痴无闻凡夫，无名所护爱结所系，长夜轮回，不知苦之本性。 啊，一样就是讲这样，啊，那所以你要你要啊离无名离无名断贪爱，啊，爱结说系嘛，啊，那个绳子要结掉。那假设你现在不用离无名断贪爱，啊，就你不用离欲贪，你尽管执着，你尽管贪爱，你尽管起烦恼，你也身心自在，死后又幸福快乐，啊，那那那世尊不会教你去做这些，你一定要这样做，你才可以离苦。 你现在假设有人，假设曾经这个世间有一个人，他有一种方法，你不用这样去做，你就可以离苦得乐。世尊不会教你一定要这么辛苦才离苦得乐。那这个会让我们想到什么？我们早上讲过嘛？啊，人家说你有罪，要忏悔，要修戒、修身、修心，啊，那么那么就会渐渐改善。 那现在说你不用这样辛苦，你不用这样辛苦，你只要吃这个咒，哈、啊，就一切问题解决了，啊，你只要念一声佛，就问题全部解决了。你看，那那世尊假设了啊，你看我们从阿含经里面得到的观念哦，假设今天有一个最快速、最容易、最有效的方法，那世尊不会教你，教你要这么样辛苦才能够得到这样，他会教你一个最快的方法。 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么，所以今天如果你不用断欲贪，你不用断欲贪，你不用说辛苦的，我要把欲贪断掉。你留着欲贪，但是啊，你只要啊，你只要另外修一个什么法门啊，烟供火供啊，不管什么法门，那么这一些都会帮你解决，一切都就都解决了。那世尊，那你欲贪尽管留着啊，没关系，烦恼尽管常常升起，没关系。 你只要啊，你只要现在啊，告诉让我告诉你的哦，你的烟供啦、火供啦啊，你你做什么啊，吃什么做啦啊，一切问题都解决。那世尊不用，世尊不会教你这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意思道理是一样的嘛。好，所以因为你你如果没有断欲贪，而且要怎么断？自己从身心中断。你说你也不用断啊，你只要虔诚的。 啊，拜哪一尊神，哪一尊佛，佛就帮你断，啊，世尊不会教你自己断，啊，世尊会跟他好朋友讲，诸佛讲，啊，你来帮这个这个人断，啊，一样的道理嘛，这个这个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啊，所以如果你可以不用断烦恼，啊，受诸不善法因缘嘛，不善法因缘就是你你执持这个烦恼，就受诸不善法因缘嘛，啊。 那么你有这种烦恼，有这种贪爱，有这种我见我爱，你还可以心，你仍然可以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你仍然可以身心自在。那么人在的时候身心自在，人死的时候依然生到善处，美满幸福。世尊不会教我们一定要这样做，意思就是这样啊，意思就上，你看虽然那个。 那个佛转转这个法轮告诉我们，啊，他有是无所谓嘛？事无所谓就是说，烦恼是障道法，就肯定是障道法。不管在什么时候，它都是障道法，它都是苦因苦集灭道，它都是苦因。它绝对不会说在任何一个情况下，它不是障道法，它是它不是苦因。而且你要得到解脱，一定要一定要。 把这个烦恼断掉，啊，那么，所以这个是决定的事，啊，这个是不会改变的事，他无所谓的啊，就是非常决定性的，就是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是这样，没有其他的方法，你就是要从身心中，因为这个是从你身心中长出来的嘛，身心是在你面对境界跟前世合而生出的时候，你内在的这些无名贪爱。 那么，对于境界有这样的反应而生出这样的烦恼，那你必须从这个地方下手把它去除。假设今天你不用这么麻烦啊，你给你一个什么东西要挂一个什么牌啊，然后然后拜几拜一拜佛怎么样？那这些他会帮你解决。智一子、法一子、墨一一子，那你一子的不是法，而是一子的是一个神一个。 一个什么样的仪式，一个什么样的仪轨，那那这样，你内在没有那个法去除你内在的贪，你都心不起那个法，没有那个法来去除你，就是你内心没有一个善法，没有一个正法来去除你内在的邪见恶法，那么他是没有办法可以解决的，所以他才会教你第一个。 佛法为说断欲贪，都断烦恼。欲贪要怎么断？从五蕴身心中转。看你在哪里执着，看你在哪里升起，你就好好的把它转回来。啊，正念正知把它转回来，而不是啊，烦烦恼恼、邪知邪见啊。那么你你这样，你才有可能真正的离苦得乐。今天如果你不需这样做。 你也有，你就可以达到佛断烦恼的这种程度，身心自在。那佛不会这样教你，佛不会这样教你啊！那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，从佛法的苦跟急灭跟道，这个是其实一个来讲，就是你苦从哪里来，从欲贪来啊。那么你要怎么样断欲贪啊？要要八正道，要正见。 正思维了解玉滩是怎么来，的，他会告诉你嘛？玉滩，有玉滩会怎么样吗？啊，那断了玉滩会怎么样吗？有玉滩你会苦恼，没有玉滩你会自在、清凉、自在、解脱、自在。有玉滩你会生死苦恼，所以，所以你必须要断玉滩，你才能得清凉自在，死后生善处，甚至得解脱。 啊，那假设今天你不用这样做，你也可以得解脱。世尊绝对不会教你这样做。啊，好，那现在就讲这个。啊，那么，所以世尊终不说也。啊，假设你看他有几个嘛？你不断欲贪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可以身心自在啊，不苦不爱不恼不乐啊，身坏命中还可以生离善处。那么世尊不会说啊，你应该要断这个啊，此是苦。 奴应知此事苦，啊，此此事苦啊，我已知啊。那么此事苦，逼迫性，此事急啊，奴应断，此事急我也断，这烦恼啊，你应该要断，而且我也是这样断的啊。那至尊终不说言，当断诸不善法，就是要离欲贪嘛啊。那欲贪是烦恼的总代表了啊。那欲贪其实是从我见来的啊。那么最根本的欲贪就是对自身产生这个。 难爱，我们说自我自体爱跟什么爱？后有爱，啊，自体爱跟后有爱，然后再对境界产生难爱，啊，比比喜乐喜贪俱行境界爱，啊，那有所谓的我我所爱，简单讲就是这样啊。那所以亦不教人于佛法中修诸犯任得金库，啊，你看这里讲的很清楚。假设啊，你只要非常简单。 非常容易、非常快速的就可以让你解脱，世尊不会教最麻烦的给你，啊，会教最简单的给你，啊，那么得尽苦边，啊，那么假设你只要一粒仙丹吃下去，百病消除，啊，延命、延命、延命益寿，他不会教你哦。 你要注意饮食哦，你要常常运动啊，你要按时吃药啊，你还有什么禁忌不能吃，讲了一大堆，还要你遵守啊？那一粒仙丹下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用运动啊，你随便暴饮暴食，你要爱吃不吃啊？你这一粒仙丹下去，什么问题都解决。那世尊不会教你那么麻烦，直接给你一粒仙丹就好了啊，一样的道理嘛。可是我们现在的佛法都是。 都是一粒仙丹的佛法啊！那你看看，千万千万啊！那那这个不要太相信这种东西啊！那佛法当然很殊胜，佛法当然不可思议。但是再怎么殊胜，也不能违反业报的则啊啊！再、啊、佛再怎么厉害，不能说我修行把我的功德给你。再怎么殊胜，不能违反。 业报理则，啊，再怎么不可思议，啊，不能违反缘起法则，啊，那不可以的嘛，啊，那么这个佛陀再怎么神通，再怎么，再再怎么样的大智慧、大慈悲，那么神通无敌啊，具足一切神通、大智慧、大慈悲，也不能违反因果法则。 如是因如是果的东西啊,啊，啊，这个我们要知道了，不要天天存那种幻想妄想啊，啊，想一想啊，我我可怜一点，努力一点，虔诚一点，那佛就会啊赐给我什么啊帮助我什么？不是的，佛只教你要做什么，佛只教你要怎么做，啊，那你应该要知道这个道理啊，太多人都一直在这个边上了，啊。 这个是相似佛法的边上，啊，一直游不到边，看不到边呐、啊！不要说游到边呐、啊，连看到边都看不到，啊，不能就近苦边，那是因为你方向不对，没有朝正确的方向嘛？你怎么可以到达边？你都在那个漩涡，随着那个漩涡转啊，啊，那么就算就算你学佛了，读经了，念佛了。 你还是看不到边，所以我们说嘛，这个是什么可怜民者，而不是可尊敬者啦。可怜民者，啊，非常可惜的人，啊，不学佛，不学佛，做人而遇到佛法而不知道学佛，啊，那么没有遇到佛法，没有遇到佛法的人叫做可怜民者。那么遇到佛法，学习佛法。 还理解错误，那么这个不是可怜悯啊，这个是非常值得怜悯啊！真的，你好好想这个东西呀、啊！啊，我有时候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啊。那么为什么？为什么佛法说的这么清楚？可是众生听也听了，学也学了，还是不太相信，总是相信佛法那么殊胜，可能有。 特殊特别的方法，让我们一下子就可以解脱，就可以离苦，就可以出三恶道，不用那么辛苦，天天在打这个妄想，投机取巧，投机取巧的心哦，如果不断哦，最终是自己害自己啊！啊，真的啊，真的是要如实知、如实见、如实修行啊！ 如佛所说啊，那么如实修行，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啊。那这个我们再往底下看啊。那么因为你内在有烦恼，如果可以没有烦恼，也可以解脱啊。那么带着烦恼，带着你的恶业，幸福快乐，那佛不会教你这些。那就是因为怎么样，以受诸不善法因缘的缘故。 因为你有无名贪爱，因为你有烦恼，那有烦恼造作恶业，所以你现法苦住。现法苦住就是你现在的身心就怎么样不安，会怎么样受苦痛苦有障碍啊，那么有热恼啊。那前面就是不爱、不苦、不爱、不恼、不乐那现在这里就是苦、障碍、热恼。那他把热恼放在一起啊。 那前面是热闹分开了啊，那其实是一样的。那如果照这里来看，那就是前面就是什么？你会有痛苦，会有障碍，会有热闹，啊，其实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么身坏命中，而且现在苦不是一苦，以后会一直受苦，那个才是苦啊！哈、啊，现在的苦还是短暂的苦哦，啊，有限的嘛，因为你活就算一百年，你也一百年苦而已啊。 以后三恶道的苦，那个是几大劫的苦呢？你像提婆达多，听说在地狱里面要一大劫，啊，一大劫是什么时候？一大劫是一千佛之后呢？啊，那如果是一大劫了啊，一大劫有一千佛啊，啊，那你说弥勒佛出世的时候，他来了没有？弥勒佛出世都还没过一劫，啊，弥勒佛出世第四节、第五节刚开始，都还没有过一小节。 啊，那你看那么长时间呢？如果堕轨道、畜生道，跟地狱地狱更长啊。如果堕轨道跟畜生道，它是它是长时间的，一直在里面受苦，啊，长时间的啊。那么如果你好一点，你宪宪法乐住，比如说你升到禅定，你升到色无色界天，除非你你有正正法，要不然色无色天宪宪法乐住没有错。 残月为耻，但是在里面也不能学习佛法。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，一样要受苦，一样要受苦啊！啊，所以啊，因为就是烦恼会让你现在的身心受苦，未来的生命受苦，未来的生命堕恶道就会受苦啊。现在这个生命，你身心就有苦，现在的烦恼就让你现在身心受苦。 你很生气，在骂人的时候，很明显的，你生气啊，全身颤抖，怒发冲冠啊，那个满脸通红。这个时候，你身心是苦恼的。那你骂人，那个人会不会苦？不一定要看他受不受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骂完了之后，骂完了之后，你你就不苦了吗？没有，你回去还在颤抖，啊，还是很生气。看你要生气多久，那就是看你的。 看你的善根，啊，善根好的马上就不生气；善根不好的还会生气，下次遇到境界还会再起，还会再起，啊，那么这种就好像啊，你你咳嗽，那你你吹到风，或是你你遇到吃到辣，那你就会咳嗽；遇到境界你就会起反应，那么这个是这个是你会一直受苦的，所以叫做长夜轮回嘛，不知苦之本寂嘛。 所以身坏命中会堕恶道。现在的身心受苦，未来的生命还继续受苦。为什么？只因为有什么？只因为有烦恼恶业，就是急嘛，苦急嘛，苦来自于急嘛，急是因为业嘛，业是因为烦恼嘛，烦恼是因为欲贪跟我见嘛。你看就这样啊，啊！所以世尊说言，当断不善法。你要断不善法。 那怎么断？你说我念个咒，我念个佛，我就断了？没有，没有，绝对不是。我念某一部经，某一个咒，某一尊佛，威得力无穷啊。那么他就帮我断了这个精力，这个佛力，这个咒力，就帮我把烦恼断了。没有，世尊说怎么断？要关照的五蕴身心，要关照苦从哪里升起。 关照烦恼从哪里升起？烦恼从哪里升起？从跟进式，从内在的执着，从与生俱来的执，从与生俱来的执着。那么，透过对境界分别而产生新的执着，这个叫做分别我执、俱生我执嘛。那么，那么就对升起对自己的软着，跟对境界的软着。 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自体爱跟境界爱嘛，是不是？它就是这样啊。那你要从这个地方下手，去除掉自己，去除掉对自身的懒着，跟对境界的懒着啊。那怎么样？对自身不懒着，对境界不懒着？你要分析，你对自身的懒着一定是执着，这个自身是真实的嘛？是常乐我净的嘛？是不是？你要从这个地方下手。 那你对境界的懒着，你一定是在境界懒着上得到这个热受啊，或是你认为这个境界的价值观嘛，啊，那所以啊，比如说世间的人啊，读书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赚钱，那就是什么啊？那这个就是他的价值观，就是钱是最重要的啊。那有些人不是，有些人读书是为了明理啊，是为了了解这个世间的一个现象啊。那。 那么这个是你你要先从根本上啊，那么能够让自己清楚明白的活在这个世间啊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你要从根本上下手去解决这个问题啊，那渐渐啊觉察烦恼，有贪之有贪，有嗔之有嗔，一开始也没办法就断了、啊。但是你要先觉察，然后只要控制烦恼，贪嗔起来的时候啊，那么正念正知，用佛法让他这个贪不延续不扩大。 先控制它，然后渐渐用定调服它。啊，心专注有力量，因为你不能控制，是你的你的烦恼心比较有力量，你的正法正知的心没有力量。我常常举个屁嘛，你养两只狗，一只黑，一只黑的，一只白的。黑的每天吃很好，白的三天吃一次，黑的一天吃三次。两只狗打架的时候，那一定是黑的打赢白的嘛？黑的那么赚，白的那么瘦。 你天天起烦恼，偶尔想起佛法，你佛你的烦恼一天三餐，还加宵夜，你的佛法偶尔一次，初一十五一次，早晚课一次，那就没有啦。那那那这个一天吃三餐，你这个三天吃一餐，那久了久了，那个这个是心而已嘛，那个就是心而已嘛。那么你的心常常在烦恼运作，烦恼后来越来越越大，越来越有力量，你的正法的心就没力量。如果你。 你不要说二六十钟了，啊，你就你在正法的心比你在烦恼的心多，那么它渐渐这边就强大了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心而已啊，它就是一个心。那么你的心常在世间想，你就是世间的力量；你常在出世间，就是出世间的力量；你常在烦恼运转，那就在烦恼的力量；你常在正法运转，那就在正法的力量。 那这跟《奴家》里面讲的一样嘛，啊，一个人入芝兰之室，那么久了久了，他身上就带香味；一个人入鲍鱼之室，啊，就是卖鱼的地方，久了久了就怎么样？啊，带着鱼的腥味。那你如果同时又进孜然的这个兰花兰花园，又孜然，又进那个卖鱼的圈子里面，那要看你在哪一个地方待的久，对不对？你偶尔。 偶尔一天两次，一次一次十分钟一个小时，好，你一个小时进兰花园一次，一天两次就早晚课吗？啊，两个小时，其他其他二十二个小时都在什么样？都在卖鱼的地方，你身上会有什么味道？会有鱼的味道啊！你自己闻不到，别人也闻得到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看不到自己的烦恼，别人一看就有啊！那这种很正常啊，那就是一个身体啊。 你在哪里沾染那个味道气息而已嘛，那你一个心而已啊，所以为什么要叫你不妄念？为什么要叫你不妄念？啊，求善护，求善之事，求善互助，无如什么？无如不妄念，不妄念什么？不妄念你所学习到的佛法，你就常常在任何境界，你都升起知道哦，这个是无常的，不要执着这个，起这个欲贪啊，会让我受苦。 为患离是不是啊？升起心，升起处理的，要处理烦恼的心。你常常起这个心，在没有烦恼的时候，你就你就意念这个正法啊，这佛法的殊胜啊。佛法要修什么修什么。一有烦恼的时候，你就升起烦恼会让我什么、啊、会让我受苦啊！我应该要处理这个烦恼。那么即使有，也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即使起烦恼，你觉察它，你不让它延续扩大，它怎么会有呢？ 久而久之，久而久之，你一定可以断烦恼。就从调伏烦恼到什么断除烦恼，从断除一个烦恼到断除所有的烦恼，那么所有的烦恼断除就叫做超越烦恼。那么身心自在了，永远不再受苦了，就就近苦边了。我们就是这样过程啊，都必须要这样修。释迦牟尼佛也这样修。 迦瑟佛也这样修，居那含摩尼佛也这样修，阿弥陀佛也这样修，药师佛也这样修，观音菩萨也这样修，地藏菩萨也这样修。我告诉你，都是这样修的，没有哪一个是经过佛加持不用修，没有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这个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你如果不知道烦恼在哪里， 你就不可能知道解脱在哪里。你如果没有断烦恼，就没有幸福可言，啊！因为烦恼终究会造你造恶，啊那么出众的烦恼会让你下三恶道，那么维系的烦恼会让你六道轮回，啊！那么因为你没有断，他就算你暂时升到天上，一八万大劫都享福了，够惨了吧？ 你也有可能从上面掉下来，到地狱八万大劫受苦啊！你看啊，不就近嘛，没有就近苦边嘛。不要说就近，连摸都摸不到啊，摸不到边啊！那应该要好好的，我们学习佛法，要好好的思维这个道理啊。啊！应该要比较啊，就是要要先要真的要往这个地方下手啊！不要想想那些那些。 旁门走道，也不要想想那些省心省事省力的事，没有，佛法都要尽心尽力、用心用力，没有那种省心省力的，然后就坐着成佛的啊，没有那一种啊，最快速、最圆满、最究竟、最彻底啊，没有这种东西，都是要如实知、如实见、如实观、如实修行，啊，那么你才有办法的啊。好，我们再往底下看，所以因为因为啊。 因为你如果有欲贪啊，你有烦恼，你现在就会受苦，你未来还会因为这种烦恼业而到怎么样，而到三恶道里面啊。那么，所以世尊才会教我们应该要断这一种不善法。那这里的不善法就是以欲贪为代表。所以说，世尊教什么？世尊为教我们断福断除欲贪，调伏欲贪，先调伏欲贪，然后断除欲贪嘛。 条幅就是你烦恼起来了，你有烦恼，烦恼起来了，你可以让它不相续，啊，时间不相续，范围不扩大，不延伸，不延伸不扩大，啊，相续就是延伸嘛，啊，从今天到明天，啊，不是，是今天不能到明啊，也可以从今天到明天，啊，从从从昨天到今天，从今天又到明天，啊，去年这件事耿耿于怀，一直恨到今天，啊，一一直恨到今年，今年。 又恨恨到要往深前还在恨啊，延续一直延续，看你要延续多久，扩大啊。那么早上在公司被老板骂，回来就骂小孩啊，就骂啊，然后然后因为被骂啊，回来对谁不耐烦啊，那么摔桌子摔椅子啊，摔茶杯啊，反正这种东西就扩大了啊，就范围扩大了啊。本来只在公司里面起烦恼，你把这个把这个烦恼带回到家庭里面来了，扩大到家庭里面来了，那扩大到朋友圈呐、啊。 啊，本来只是在同事之间，然后本来只是跟老板，然后后来跟同事，后来跟家庭，家庭的人，后来跟朋友，一直扩大，啊，那你看这个就是，那因为为什么会扩大？因为你你没有察觉，察觉的你没有知道这个是不好的，这个会让你受苦，啊，所以你看都是这样的啊。那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我们不能不起烦恼。 所以我们控制它，调伏它。如果你能够不起烦恼，那就不用调伏啦。都没有烦恼，你要调伏什么？哈，对不对？没有烦恼，那个就是断除烦恼了，你就不用调伏了。那因为我们有，我们有烦恼嘛，所以我们才要修学嘛。如果你没有烦恼，那你就不用调伏了。那个叫做什么？无学，你不用学了，你不用修了。啊，你现在就现法乐住。你什么时候觉得这个世间？ 哎呀，这个世间无聊，我要涅槃了啊！就涅槃了啊,啊！这个世间没有值得我教的人了啊,啊！我要涅槃了、啊，就涅槃了啊,啊！你可以这样啊啊！那你没有涅槃的时候啊，像阿罗汉要入涅槃，是因为佛还有很多是因为佛还没入涅槃啊。那我就啊，那么随时在跟着佛啊，因为意念这个佛，那所以他不入涅槃啊。他但是他现法乐住啊，可是他不用再修啊，他不用修，不是他不修哦，他不用再修，可是因为他的心性你是这样了。 你看，佛已经成佛了。佛最多的时间都在做什么？打坐。佛每天都打坐呢。他已经成佛了，你不是不用修了吗？你为什么还要打坐？舍利佛也是在打坐啊，因为宪法乐住啊。他还是因为他习惯性嘛，他就是这样身心清安啊，因为他有那个力量。即使成佛的人，他不是不修行哦，他不是不修行，而不是像凡夫一样。 要努力调伏烦恼，不是他已经是，已经已经是已经是没有烦恼的人，所以他就安住在没有烦恼的境界当中。啊，那么事情多，他也要去；事情多没办法解决，那么他就赶快去什么？赶快去打坐了。那佛弟子不听佛的话啊，我佛完了没不听不听、啊，那我要去打坐了啊，就信佛的住，你们自己受苦啊，没办没办法、啊，教你又不接，教你又不听，啊。 啊，那么那就不，那就没有办法了啊。所以佛说，那么我如果不教他，那么他教了他不受，就是他不接受啊，那我也没办法，那就等于杀了他。你看，啊，这《阿含经里面讲的啊，所以啊，我们我们在佛法里面，那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啊，那么佛法的这个、释迦佛到底说了些什么？ 那我们学佛到底都在修些什么？那修了这一些，到底我们的身心有没有调伏烦恼？因为它重点就是你,你有没有知道什么是烦恼？你有没有调伏烦恼？不是你正在念佛、诵经、持咒的时候没烦恼，很多人正在做那件事也没烦恼啊！啊，你你正在打电动的时候也有可能没烦恼啊！你正在这个欣赏风景的时候也可能没烦恼啊！啊，我们说的烦恼是比较粗重的烦恼啦、啊。 啊，贪啊，嗔啊，啊，你现在听音乐的时候也可能没烦恼啊，啊，那那只有一种贪啊，但是我们说的烦恼是比较粗重的，可是啊，那么那么你你你不是从佛法来讲，你不是没烦恼，只是没有粗重的烦恼现行而已。你只要有我爱我见，你就有烦恼。那谁是没有我爱我见的？都有啊，出国、二国、三国都有烦恼啊，他都要努力呀、啊。 他都要努力调伏烦恼啊，要不然都不能得解脱啊！啊，那当然，出国、二国、三国，他因为已经养成一定的力量了，所以他就算懒惰、懈怠、放逸，也会是时间不长，啊，也会时间不长，而且也不会太离谱。他终究因为他心积聚的正法的力量，会让他勇猛往直前，而断除烦恼，得到解脱。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。 教我们在佛法中修诸犯恨，平等尽苦，就近苦边，啊，就是完全的离一切的苦，啊，那么就近的离一切的苦，啊，所以受若受诸善法因缘，好，他反过来讲，前面是假设你有烦恼，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自在快乐，现在未来自在快乐，那佛不会叫你断烦恼，就是因为你如果不断烦恼。 你现在未来都会痛苦，所以佛教你要断诸烦恼啊，烦恼没有烦恼就清净嘛。我们说存一满净，泛恨清白啊，就讲这个嘛。好，那么若受诸善法因缘，现法苦助障碍热恼，身坏命中多恶道中，世尊终不说受持善法，于佛法中修诸泛恨平等尽苦，就近苦边啊，一样。反过来讲，假设今天。 你照世尊的方法来修，啊，你你你你正念正知，那么修学佛法，那么观察无因无我，啊，那么你你因为这个原因，你会现在你会痛苦，死后你又会堕恶道，那世尊不会教你堕恶道的方法啊。假设你这样的修行会让你堕恶道，会让你现在身心受苦。 有没有修行？现在身心受苦的有啊，苦行外道就这样啊，是不是？他现在身心受苦，但是他怎么样？他觉得死后就可以解脱啊？佛法的离苦，不只是不只是说死后不苦，而是你在你在受用佛法的当下，你就不苦，身心就不苦，这个叫宪法乐住。那么。 你必须有宪法热住，你才有就近解脱。啊，就是你现在身体不好，那么，那么你你你现在吃这个药，你虽然很努力吃药，但是病不会好。告诉你，你死了病就好了，当然死了病就好了啊啊嗯，那、呃啊、但是死了还会来，还有病啊？怎么会有病好？现在这个病没有，以后的病还有啊？啊，那么你现在修行这个佛法啊，那么没有效果。 就是你身心没有办法现法乐住，你身心得不到清安，得不到喜乐，那你说我就是苦苦苦到我要死，我就快乐了，啊，我死后就快乐了？没有，不是这样的。从先要有宪法，佛法先有宪法乐住。你你学习多少佛佛法，你就调伏多少烦恼，就得多少清凉，得多少自在啊！因为你。 无名所护，爱结锁去帮助你有业，你有业的障碍捆绑啊，你有烦恼的障碍捆绑。你看，你有你有果报的障碍，你顺三恶道，你很多事做不了啊。那你你三途八难，你很多事做不了。你你看，你生病的时候，喉咙痛的时候，连喝水连吃饭，你都形成障碍，连喝水吃饭你都形成障碍。 啊，那你你腰受伤的时候，你连走路上个厕所你都有障碍啊。啊，这个就是什么啊？病的障碍啊？那你烦恼有没有障碍？有啊，啊，让你身心不自在啊。那现在你调伏烦恼，马上马上用佛法，马上有效，有效到几分？那要看你的用心，那看你对佛法，我们说有意有味，有没有入心？就像你煮的药，你煮的东西入味几分？ 啊，一分就有一分的味道，三分就有三分的味道，啊，那么十分就有十分的味道。那你这个法入心了，那么它一定会产生清凉自在解脱的这个功效。啊，就是烦恼就算能束缚你，那么也是短暂的，也是轻微的。我们不可能没烦恼啊。那么圣者、圣者阿罗汉、佛是没有烦恼的。 但是凡夫跟出国、恶国、三果都有烦恼。出国、恶国、三果，因为已经见法，法那个入心，所以他的烦恼不长不多，啊不严重。那我们的话就是要这样调伏，要时常调伏，看见自己的烦恼，调伏自己的烦恼，断除自己的烦恼，看见自己的烦恼觉察嘛，那么控制自己的烦恼，调伏自己的烦恼，一定要这样。那我们不是，我们都看见别人的烦恼。 要调服别人的烦恼，要控制别人的烦恼，哪有可能啊？所以现在他说：“假设假设你修善法，你修善法，你也一样受苦啊。那么而且还会多恶道啊！修持佛法还会这样。那么世尊终不说受持善法，于佛法中修诸反恼。那世尊不会教你这样修。那很多人其实你说这种观念有没有？有，世尊也有啊。现在我修学佛法。” 因为现在是末法，因为现在是末法，就像你，就算你修八正道、修七觉之，修四念处，你也没有办法得解脱，你最终还是要受苦。有没有人这样讲？有啊。所以你这个时候，你你在这个末法时间，你修你修这个四念处、八正道啊，你修你你修学这个佛法，你观无因无我，你还是不能得解脱。 你还是要怎么样？要轮回受苦？那世尊假设是这样，那世尊不会教你要这样修。你说那个是世尊两千五百年前，世尊是两千五百年前教的。两千五百年后，这个法已经失效了。它有保质期啊，它有有效期限啊。法有什么特性？法有什么特性？法性、法住、法界。法性是什么？它本来就这样。 它有它的本然性，法住是什么？它有它的必然性，它一直是这样，没有时间的限制啊，没有时空的限制。法界是什么样？它普遍性，没有空间的限制，没有人，就是说这个佛法本身它就是这样。那么它没有法性，它本身就这样，它本来就这样。法住，它一直是这样，两千五百年前是这样，两千五百年后。 也是这样，这个叫做最高原则、普遍原则嘛。那么你你如果你如果你的法没有这个那个，就不是那个就不是真理，不是法啊。所以两千五百年前你修八正道会解脱，两千五百年后不要说两千五百年后了啊，就是五千年后、一万年后，你修八正道一样可以得解脱啊。那么你不管是男的、女的、年纪大的、年纪小的。 啊，那么只要你能正确的修学佛法、理解佛法，你都能解脱。不管你是红皮肤、黄皮肤、黑皮肤、白皮肤，你是人，你是天，甚至你是畜生，但是畜生它有障碍啊，啊，所以基本上多数是在人天呐、啊。啊，你只要能够理解那个佛法，不管你是什么形状，啊，那么你就能得解脱。它有什么？有普遍性，叫做法界嘛，法性、法住、法界，这个法。 它有本然性，有必然性，必然可以得解脱，普遍可以得解脱。它没有时空的限制啊，它不会说过了几年之后，到了哪一个地方啊，那么这个这个局过怀为止啊，就就变了，因为土地的原因，它就变酸了，变不好吃了啊。这个水果一到哪一个地方种种，它就改变它的性质了、啊。这个佛法放到其他的地方，它就改变它的效力了啊。那么它。 放了多少年之后，他就失去效力了？没有，啊，末法思想哦，末法思想只是要人家精进的而已。那么我们受末法思想的影响太深，都认为啊法是很好，但现在当机者啊，就是现在这个法已经失效了啊。所以你看明清以后，不管你是天台的、唯识的啊、中中观的没有，天台的、唯识的、华严的啊、律宗。 禅宗后来通通怎么样啊？修学佛法通通觉得啊，这个没有没有力量，都要怎么样啊？都要求生他方净土，都要靠佛加持。这个法已经不是法性法住法界的法了。哪里会因为时间的原因？哪里会因为空间的原因？这个法就失效？这个法有没有效？只有你有没有正当理解而已。 有没有理解了之后，正确的去实践而已。博学，这个这个《中庸》里面讲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。有福学，学之福能福错也。我如果我要不就没有不学，我现在学我就要把它学好，学不好我不终止。学了之后，审问慎思明辨笃行，我就要去实践。实践没有看到成效，我不终止。释迦牟尼佛坐在菩提树下。 今天我如果不解脱，我就我就不起来了，啊！要有这种决心啊，啊！要有那种努力啊，能一能知几百知，能十能知几千知，人家一遍就懂没关系。我以前没有，我以前学的比别人慢，比别人少，我现在要比别人用功。人家一遍就知道，我看一百遍，我学一百遍，我听一百遍，我想一百遍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，我做一百遍，那么。 那个人家十遍可以知道的，我做一千遍，果然如此，虽愚必明，虽罗必强，一定这个人一定可以成功啊！这个就叫做精进不放逸。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那么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几次以后啊，没有看到成效就放弃了，就觉得现在是末法，啊，就放弃了啊。那么你即使努力也得不到效果，还是找一个最就近、最安全。 最快速的法门，啊，靠佛加持，佛力加持，啊，已经没有办法。现在靠自己修行了，一定要完全仰仗佛陀，靠佛力加持。现在都这种观念了、啊，这种观念导致佛法衰微啊，啊，因为就算你研究佛法，也不是拿来用的啦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现在研究佛法，回去还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然后靠佛加持，那你你你是你研究这些佛法，不是拿来用的。 是身心不受用的佛法那，那那你你久了久了有人会研究吗？既然我学了那么多都没有用，那我学来做什么？就学来增长知识啊，跟人家做谈论而已啊，啊可以教书啊，可以告诉人家啊，我学了唯识，学了中观啊，那学了阿含经哇、哦啊，就这样啊，那有意义吗？没有意义呀、啊，啊没有意义呀、啊，那这种。 啊，时间太快了啊！我讲一些理念，他就到了。好，你看哦，所以我们把这个讲完了啊，把这个讲完。所以他说怎么样？假设啊，那么你你现在修学佛法，受诸善法因缘啊，就是前面的嘛，调幅玉摊嘛啊，调幅玉摊。那么你现身身心未受苦，那么未来还会受苦，那么佛不会告诉你这样做。那么你受持善法，宪法乐住，你身心自在。你记得哦，宪法乐住哦。 你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你当下就安定，心就安定，你心就有觉察的能力，那么你心就有控制烦恼的能力啊！那你开始渐渐有调伏烦恼的能力啊！教会你观呼吸，你这样修，你就有定的能力啊！那么这些是现法入住，你现身可以体会到的。我们早上不是讲吗？你诵经有没有功德？谁知道？你知道啊？ 喝了这个水能不能解渴？谁知道？你知道啊？解多少渴？谁知道？你知道啊？是谁让你解渴的？是水让你解渴的。我我我是佛，假设啦啊，我是佛，拿一瓶水给你，你说我很渴，世尊我很渴，怎么办？我拿一瓶水给给你，那么你喝下去解渴。哎呀，感恩世尊的加持让我解渴。不是啊，那个水让你解渴的啊。我知道这个水可以解渴。 所以我拿一瓶水给你解渴啊！我知道这个法可以除烦恼，所以我教这个法让你除烦恼。那你误会了，你就以为，哎呀，世尊加持这个水让我解渴。哎，现在没有水怎么办？我只因为是世尊的加持嘛，有水没水没关系，主要是有没有世尊。那没有世尊怎么样？意念世尊有没有？那么世尊就会解我的渴，不是啊？你要意，你要意念。 世尊拿水给我，我去找水啊！我不是去找世尊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佛灭后要怎么样？要治一子法一子。你看，就是这种观念啊。那我们没有，我们我们想起世尊让我们解渴，所以世尊不见了怎么办？世尊涅槃了怎么办？找现在佛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怎么样找现在佛？念佛就找现在佛啊！你要念法、啊。 世尊，你之所以解渴，不是因为佛，当然间接原因是因为佛。佛拿给你嘛，因为能不能解渴，佛知道；能不能治病，佛知道。那有些人不知道拿错了，那就更渴啊。所以，但是你记得世尊拿的是什么水给你，你依于这个水，就是世尊教你的是什么法，你依法修行就可以。你要去找水，你不是去找世尊，当然找世尊也可以，但是找不到怎么办？ 对不对啊？所以，所以佛说他涅盘了，你只要意念他的法就可以。啊，我的法还留在世间呢、啊，我在世间也是也是为你们说法，让你们除除烦恼而已啊。啊，就是我有很多水，我提供告诉你们水在哪里，我提供你们水让你们解渴而已。那么，你喝了水能不能解渴，只有你自己知道啊。那你说我不知道啊？你有诵经有没有功德？念佛有没有功德？你自己要知道。 能不能解渴？就身心有没有自在？烦恼能不能调和，这个你要常常观察。好，那那所以，因为你受持善法，可以现法乐住，不苦不爱不恼不乐，而且现在是这样，现在的身心自在，未来又可以怎么样？啊，生到善处，一样身心自在。所以世尊赞叹教人，你看赞叹这个法，教人要受持这个法。 告诉你要受持这个法，行持这个法，于佛法中怎么样修诸犯恨？那么你可以怎么样平等尽苦，就近苦边啊？那么尊者舍利佛说是法时啊？那么这些西方诸方比较怎么样不起诸肉心得解脱？他本来是没有解脱的，后来知道了，讲了讲了，知道调补自己的欲贪，当下当下就调补自己的欲贪，不在五蕴身心上起欲贪。 那当下就怎么样？心得解脱。好，下课。